是汽车司机业职业工会的庆祝劳动节大会，是由理事长陈超主持。他首先表扬了60年资深优秀驾驶员严金汉等125名，以及颁发了会员子女奖学金。会中并设有摸奖助兴、模范驾驶石楚之等4人，今天并且接受了记者的访问。首先恭喜四位台北市司机工会的优良和资深的，我想以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怎么样各位这个资深的经验请您先能够让我们看交通安全。您只是要车辆保养是最重要的一件，再见一些人那件灯光、刹车做好了以后呢，这个平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个平，然后听、看，然后再走。那么在我们尽量减低速度，看清楚四周以后，再对我们交通安全的条件呢，这样的去给它减少。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接受我们访问。